Hello，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 Chan Brothers 的领队阿 Quek， 很开心这一期呢，可以为大家介绍中国的厦门福建这个地方。好，然后相信刚才看了那个推介片之后呢，有多少人去过厦门呢？你们对厦门熟悉吗？来，欢迎你们朋友们写进来告诉我们啊，我们可以做一个统计。好，其实厦门这个地方呢，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因为有这浓浓的乡情味在里面啊。想当年我们的老祖先啊，我们的阿公阿妈啦、啊，他们我们讲啊，漂洋过海下南洋，然后来到新加坡这个地方，而且还在那个厦门街那个地方落户的 Amoy Street。好，然后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家乡话啦、福建话，然后很多的传统习俗、吃的文化等等，还有那个妈祖，这些都带了过来，传给我们这一代人。所以希望呢，我们的这一代人呢，可以也好好的把它延续下去哈，把它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哈。然后看了一下啊，他们统计过，原来只有 19% 的人去过，还有这么多人没去过。好啦，看了这个节目哈，希望你们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团啊，去一下厦门啊。然后我们说厦门其实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海上的一个城市来的哈，不仅有这秀丽的风光之外呢，而且整个那个居住的环境呢很干净，看了刚才的那个介绍片就知道、哦、很 modern 的一个地方哦。然后新加坡这边飞过去呢，也就是4个小时而已，有那个圣安航空呢，厦门航空可以飞过去的。所以因此这个厦门这个城市呢，经常举办很多大型的那种会展活动，尤其是每年的那个国际马拉松呢，都是很出名的。然后据说呢 ,2020 年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网络哈指数，然后还被推选为最佳的前三名的一个旅游城市之一齁。然后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之后呢，我也会发出一道的问答题，然后到时呢如果是答中的朋友，我们会选出两位，每一个呢可以得到一个精美的行李箱哦。然后跟着朋友跟着我们一起看啊 ,like and share,like and share 的话啊，我们也会抽出其中的两位朋友，每个可以得到 NTUC 的20块钱的那个购物礼券。好啦，讲了这么多啦，我们应该开始正式的进入厦门了。我的厦门的那个同事地接杨希已经在等着大家了。Hello, 杨希，哎，你好你好。Hello, 你好小郭姐。哎，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嗯。好的，诶，咱各位新加坡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咱福建厦门的杨希，真欢喜吼，今仔以这款特殊的方式，踮遮甲大家见面。一城如花半已时，万点青山拥海来，万云微波好名声，这个就是我的故乡鹿岛厦门。人人都说厦门好，人人都往厦门跑。我们常说，爱他就带他来厦门，欢迎大家来厦门。哇，是的，我和杨希呢已经有就是经常合作的这个伙伴啊，是很有经验的一个导游。然后经常我们听我的老祖先啊在跟我们说，哎，我是从福建来的嘞，我是从什么鼓浪屿来的，我从金门来的。杨希，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几个地方呢的由来。嗯，可以的。像我们鼓浪屿啊，它在3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它古称嘉禾，先后归属同安县、泉州府。近代呢划归厦门所有，它是厦门的一张名片。现在的鼓浪屿啊被评为了世界的文化遗产，它所有的老建筑都只能修不能拆。当你走在那绵长弯曲的小巷，高高的围墙，雕花的屋檐，虽然岁月磨损了当年的风光，但是小巷子里的老房子依然保留着历史的痕迹，就像带我们走进历史的记忆里。那说到金门呢、啊、它其实跟我们厦门呢隔海相望。由于历史原因呢、啊、现在呢它归台湾管辖。它坐飞机到台湾需要1个小时。乘船来厦门呢却只要半个钟就可以。那现在的厦金航线啊每天有10多班船往返两地。拿着新加坡的 passport, 可以免签直接从厦门乘船前往金门啊去游览观光啊。金门上除了保留50-60年代的红砖安贞处以外呢，还有很多的像贡糖啊、面线啊、高粱皮蛋啊，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哎，对了，金门还有一句话哈，叫做“嫁糟嫁亲像福菜头”啊，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对，在金门呢，如果嫁女儿啊，娘家呢需要送上非常丰厚的嫁妆，家里面呢、啊、就像被偷完了一样，偷光了一样，掏个光溜溜啊。
所以说呢，我们还没有娶老婆的朋友，可以去金门呐、啊、碰碰运气，真正娶到一个好某啊，看牙山的天工作啊。哇，看来金门的女孩子还是抢手货哈、哦，所以其实金门、厦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讲的所谓小三通嘛哈，对吗？然后每次我们坐飞机呢，就是在降落的时候啊，就会看到那个就是这个鼓浪屿和海上的这一个小小城市，还是不如我们亲自您带我们去看一下好吗？嗯。好的，那我们一起来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好的，来，嗯。Hello，大家好，我是厦门老杨，很开心今天跟大家一起走进鼓浪屿。这一个1.88平方公里、1.6万人的小岛，为什么被称之为世界文化遗产呢？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吧。映入眼帘，这栋3层的红砖建筑建于1843年，是鼓浪屿最早的领事馆，英国领事馆。于70年代毁于火灾，现为鼓浪屿历史文化陈列馆。大家快看，前面这栋3层的红砖大屋，原先是日本领事馆，建于1897年，现归厦门大学所有。据说它还有一个地下监狱，我赶紧带大家去看看吧。看前面带栏杆的小黑屋，就是地下监狱。据说墙壁上还留有斑斑血迹，怪不得没有人敢住呢。这栋1863年修建的协和礼拜堂是鼓浪屿婚纱摄影的首选地。据说林语堂先生和廖翠凤女士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林语堂作为一个穷小子，能娶到廖家二小姐，并且成为后来的大文豪，这中间的曲曲折折，时间关系，等您有来厦门，我再慢慢道来。对了，林语堂曾于1954年到了新加坡，成为了南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前面这栋海湾式布局的白色小楼是当时的西班牙领事馆，隔壁这一栋哥特式的建筑是天主教堂。这也是福建省唯一保留下来用英文传教的教堂。我身后的 Hokkien 哦，以及整个小岛1200多栋的老别墅，它们就是鼓浪屿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最大资本。今天由于时长，我们无法一一走到，希望下次大家有机会自己来走哦。哇，这个鼓浪屿哈，还是真的一个很漂亮一个地方，怪不得每次哈我在带团的时候哈，然后留那个时间啊，时间到了，可是都找不到人，因为啊每个人都在忙着拍照啊，我都要四处去把人哈给请回来，所以哈，其实我们每次在鼓浪屿这个地方都是还是会放足时间让他们拍的。而且，尤其是你看那边还可以拍上婚纱照。线上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要结婚呢，可以考虑到厦门去度蜜月，然后再到鼓浪屿这个地方呢去拍一下婚纱照。好，哎，对了，每次杨希，我在记得我们在往回走的时候啊，再回去厦门的时候，那边有一整排的那个海鲜餐厅啊，那个它是叫什么市场？一时忘记了，哇，好久没去了，嗯。你应该是去我们这个厦门码头附近的这个第八市场，那是我们厦门人啊心目中买海鲜最好的一个地方啊，去一趟啊，保证你满载而归啊。哇，是的，是的，对对对，第八市场哦，对，我记得以前的那个餐店没有这么多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么多，我们还是去看一下咯，好不好？嗯，好的，好的，我们一起走进厦门的老巴士来看看哦。嗯，好。大家好，我是厦门的小李，今天由我带大家来到我们厦门最地道的海鲜市场巴士。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蹦蹦跳跳的黑锅虾姑，广东人就来留哈。啊，这边还有我们的望罗，还有我们的竹蛏、文蛤、文蛤、啊，红螺、香螺、雪蛤，哦，福建人叫烩蛤。这边有我们本港的海鲜，有我们东山来的小馆，我们南洋人叫做寿东，这里面满满的膏哦。这边有我们的带鱼、巴浪鱼、叶子鱼，还有我们的金枪鱼。
还有我们的马鲛鱼等等。这是渔船新鲜捕捞上来的海货，有我们的白鲳鱼，大只哦，还有我们的金线鱼，小黄瓜。相信我，要你就带点料回去吃。还有我们的捕鱼，这个鲳鱼短，哇，大只的。鱼你也要送一盘下去吗？白带鱼，白带鱼。难得看到这么大只的加利鱼哦，一只十斤哦，中午就是它喽。老板在现杀的这一只是咖喱鱼，咖喱鱼可以煮汤，可以干煎，也可以清蒸，一鱼三吃。它可以煮鱼粥的。鱼头可以煮汤，鱼身呢可以清蒸、干煎、煮粥也可以，煮粥也吃。很方便游客。现在的很多海鲜铺头呢，都有提供现场的烹调服务，你可以现场挑选食材，直接加工后品尝。那么第一时间呢，尝到美食，并且价格透明公道。这边有现场加工的东西哦，里面都是膏哦，那么可以清蒸，可以清蒸啊，或者是烫火锅。这边有我们的扇贝，而且干腰猪可以混蒸吃。这边是蛤蟆鱼，可以煮咖喱干菜。再来呢，我们要看看我们大只的斑节虾，好料哦，新鲜的，活活跳跳的。哇，看到我们的梅姐，她也是我们的一个金牌导游哈。我记得她在带团的时候哈，就是最厉害，就是拿着一大包的那个小辣椒，然后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啊，就在那边切着那个辣椒，然后再配上那个生抽啊，来就是招待客人。然后尤其她对吃啊，真的是很有研究。你这次叫她来介绍这些吃啊，真的是找对人了。哦，对吗？然后哇，看来现在的那个餐厅也是增加了很多哦，对吗？嗯，是的，现在餐厅啊越开越多了，因为现在厦门的巴士哈、啊，作为了厦门旅游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基本上来厦门的游客啊，他都会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那当他们看到每天渔船送来那么多新鲜的海鲜渔货之后呢？都想带回去，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只能呢在现场一饱口福。那这些铺头啊，它都有提供现场烹饪的这么一个服务，所以游客们现桌直接呢在那边现场的制作，然后品尝，价钱啊反而比在大酒楼吃更加的经济实惠。哇，这样看来以后我们的那个可以安排的行程哦，鼓浪屿走完了回去，然后让他们自由的在那边吃一餐，应该是很不错的。对了，刚才我看到那个虾啊，跟我的手掌这么大的，叫什么虾来的？我们一般啊在新加坡最多是蒸来吃，还是我们可以烧烤 barbecue 这样来吃？不知道你们那种虾的做法还有怎么样的一个吃法呢？嗯，你说那个大虾哈、哦，在我们这边呢、啊、是叫做斑扎黑啊，短斑扎黑哈、哦，它真的是很大。张开之后呢，跟我们的手掌比还大一些哦，但是价钱不便宜，大概半斤了呢，需要人民币差不多将近200块哦。200差不多40块新币了 ,OK 了，其实也还 OK 了，因为难得了这么大的虾。嗯，是的是的，那这种虾呢，在我自己个人觉得哈，清蒸之外呢，我喜欢把它放在砂锅里，然后加上一些姜片，然后再加上高粱酒。嗯，直接点燃这个高粱酒，让这个高粱酒啊烧完之后呢，这道菜就做完了。那酒香的味道呢，夹杂着这个香虾的甜美啊，其实更能凸显它的特色。大家其实在家里啊，可以尝试这种做法，既简单又能尝鲜啊。哇，对了，可是如果说哈、啊，我们的客人啊不吃海鲜的，是不是有其他的可以介绍？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这个巴士里除了海鲜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地道的特色小吃可以让大家去品尝的。对啊，厦门的小吃真的太多了，好吧，现在就带我们走入 video 去看一下好吗？嗯，好的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厦门的地方小吃。 OK、嗯、今天我们走进厦门长里大街小巷的名小吃，这就是板煎糕，本地人最为喜欢的。它主要的材料是用米浆和面做的，馅料可以加上芝麻和花生。
你们看，起锅后只要三四分钟，哇，好香哦！试一下我们的慢煎哥，非常 Q， 非常好吃，有小时候的味道。我们来到这家网红店打卡地，尝一下竹笋冻。竹笋冻它含有胶质，主要的材料是一种海里的沙虫，经过熬煮，虫体所含的胶质融入水中，冷却后即凝结成块状，其肉清味美甘鲜。我们现场来一份试看看哦。好的。啊，蒜蓉酱哦，还有萝卜酸、盐水，还有芥末，对吧？对，加点芥末，好料。哇，赞哦！据说吃的这个 QQ 的胶原蛋白很多。接下去我们来这间一包王，绝不踩雷的四代小吃，厦门吃客的红颜知己，进来吧。说到一包，它是用上等的槟榔芋磨成泥，里面放有馅料，有猪肉、虾仁、香菇、冬笋、鸡汤。OK， 哇，皮薄馅多，还加上它的调料，这是蒜蓉对吧？蒜香、蒜蓉，然后沙茶酱，沙爹酱，萝卜酸，菜头生，香菜，盐水。蒜蓉啊，蒜蓉哦，哇，对不对？很多东西，很好吃，好好吃哦。姜母鸭延续一道宫廷的御膳，相传为商代名医吴仲所创，后来流传至民间，逐渐成为一款名菜。它主要是以红面番鸭为原料，用芝麻油将鸭肉炒香后，再加入老姜、牛肉哦、鸡米酒炖煮而成，具有养胃健脾、舒筋活血、驱寒化痰等功效。大家可以来现场试试哦。哇，看到你们介绍的这四道小吃哈，其实像在新加坡呢，我们最多只是吃到那个蛮姜桂，好，可是我们蛮姜桂的口味就比较多啦，因为除了放芝麻，我们会放花生啦、红豆啦、椰子啦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就是那个就是馅料，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其他的三道啊，那个土笋冻，好，然后那个什么芋包，还有那个姜母鸭，我们这里还是真的比较少看得到。线上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三道菜，还是在哪里有这个发现到这三道菜，还是可以写进来告诉我啊，我还真的很想去品尝。我想因为这三道应该是制作的那个比较复杂吧，是吗？会吗？所以在比较难吃到，是的，是的，厦门的其实这些地方小吃啊，都是几代人啊传承下来的。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芋包哈、啊，它那个皮啊不是用面粉做的，它是用槟榔芋啊，磨成粉，做成浆之后呢下去做的皮，里面包上各种的馅料。那像刚才看到的这个托孙党，这个新加坡真的我去了很多次都没找到哈、啊，它这个原材料不容易找，因为呢它需要用海里面的沙虫下去做的。那其实如果你不敢吃土笋冻的人呢，你可以用这个沙虫啊去把它做成另外一道菜，加上我们的萝卜下去炖汤，清凉退火也是非常好的。那像看到的这个姜母鸭哈、啊、它的制作工艺啊就会比较繁琐一些。它首先呢需要用这个芝麻油加老姜片下去翻炒，一定爱是老姜母哦，不能新鲜的姜哦。然后呢再接着加入我们的冰糖，等它融化完之后呢，再把切好的番鸭加入之后，直接的翻炒至出油，最后呢还要加上各种的调料以及料酒，最重要的加料酒，然后慢慢的用文火下去炖一段时间，慢工出细活啊。虽然制作比较繁琐，但是它的香味啊还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哎呀，怪不得这里还是比较难吃到，因为它的这个佐料你讲的还是比较难找到哦。像那个沙虫的话哈，就好像据说是好像冬虫夏草啦，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真的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是有没有比较简单的，你可以介绍一下呢？
其他的啊，有的有的，记得哈，对对对，记得哈，因为等一下发问的问题啊都有关系的哈，还是要记得听一下啊。嗯，好的，我们说喝酒顶岸，对啊，喝啊包包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厦门最地道的两道美食哈是怎么制作的。OK， 嗯，厦门有两道地道的美食，让我们来探访一下吧。这可是被网上评为来厦门必吃的美食之一。他们家的五香是现场制作，来看看，他们是专门用豆皮绑上脆肉的筋肉、薄蹄、马蹄、洋葱，包成像春卷一样一条一条，然后放下油锅炸成焦黄。你们看，炸得油锅里面滋滋作响，然后起锅以后呢，可以切成几段，沾佐料，皮外脆里嫩，里面有筋肉、洋葱，还有鸡汤，好吃哦。现在来吃我们第二道的美食海蛎煎，它在潮汕被称之为蚵卵，台湾人叫蚵仔煎，也是我们厦门最风味传统的名小吃。那么它主要是以新鲜的海蛎搅拌地瓜粉，再加入蒜叶，然后跟海蛎是一种黄金的搭档。它把海蛎呢提鲜出来，它首先把油在热锅里面煎炒，煎到两面焦黄，再打入鸡蛋，炒熟后自带焦香，沾上蒜蓉酱哦，很美味哦，好吃。那么来到厦门的游客，这个小巷你来尝尝这家连番的小吃店。那么海蛎煎它分为大份、小份、中份，价钱不一，便宜又好吃哦。看喽，快要起锅喽！把两面翻过来，煎得焦黄。要不要辣椒？可以，放点辣椒。新加坡朋友，欢迎你们到厦门来旅游。哇，我们的梅姐果然是那个吃的代言人啊！看到那个蚵煎啊，我真的都流口水嘞，晚餐都还没有开始吃啊！哇，对，其实说到这个蚵煎啊，其实传到我们新加坡这里来呢，也是一套。就是啊，可以说是一个本地的这个最佳小吃了。很多那些海外的游客呢，来到新加坡也是要找这个蚵煎。好，然后至于那个五香呢，我是潮州人啦，所以我们讲每次那个五香啊，五香我妈妈在制作的，尤其是过年过节啦、拜祖先啦，她就会开始在那边做那个五香了。然后呢，每次看到我呢，就会对我说讲：“哎，你学不学啊？你不学的话，哈。”下一代的人没有吃不到这个五香了嘞，所以看来呢，我还是要努力的去把这一道学起来。所以像这个五香呢，你们在过年过节应该也是经常在吃吧？嗯，是的，是的。我们除了过年过节吃，其实我们平常啊也经常买来吃的。那像我们这个五香啊，家里面很多人都会做。它里面的馅料呢，除了刚才看到的猪肉之外呢，它其实还可以换成是鸡肉的。那把它炸完之后呢，它油而不腻，老少皆宜啊。这道菜其实在我们这边、流传了几百年的历史，它虽然质朴而简单、但是却饱含着深厚的乡情。像我带过团很多客人、阿公阿嬷在我们这边吃的时候呢，就会说哎，这怎么吃起来跟我以前阿公的阿嬷的味道很相似哦、真的它有很浓重的乡情味在里面的，所以逢年过节啊，它更是必备的。像刚才那些铺头、都是排起了长龙啊。那说到春节哈，不知道你们上次来的时候有没有去过我们的花卉市场和年货市场走走呢？还没有嘞，没有机会去，是不是你要带着我们去看一下呢？嗯，好的，那我们一起也来看看我们厦门的花卉市场和年货市场是怎么样的。好啊，嗯。Hello， 大家好，我是厦门老杨，很开心今天来到松柏花卉市场。临近春节，沿街的店铺都开始热闹起来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好看的花卉吧。
大家看，这是蝴蝶兰的展厅。蝴蝶兰具有仕途顺畅、幸福美满的寓意。春节摆放一盆在家里，喜气洋洋。并且蝴蝶兰的花瓣洗澡还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呢。这是富贵竹，也被称之为节节高，它代表着富贵吉祥、四季如春、竹报平安的意思。春节很多人都喜欢摆放一盆在家里。这是金钱树，也被称之为发财树，代表着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意思。它本身就有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的作用，摆在家里对身体非常有益。你看这一屋子的繁花似锦，你还不赶紧自己来走走吗？买年货我们就一定要来正邦路和霞西路了。正邦路这整条街都是卖春联、挂历和花灯的，这家店据说开了三代人。还有这一家，你看红红火火的，多喜庆，我们家每年也是来这里采购的。霞西路这一整条街都是卖海鲜干货的，你看这么新鲜的干贝，这里都是厦门本港野生的，你别看它有的个头小，可是吃起来却非常的甜美。大家快看，这边有野生的银鱼干，还有丁香鱼干，这一种下去炒蛋非常的下饭哦。还有这个超级大的虾仁，这种包进肉粽里一定非常美味。你看整个店铺里东西琳琅满目，大家赶紧来挑选哦。哇，这个过年的这个花卉市场还是蛮热闹的，像我们新加坡也是啦，过年的话家里一般我们也是会放上一盆兰花，然后还是那个竹子啊，竹子我们也会放，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金钱树啊，应该代表钱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家里都一定会摆放的。然后至于刚刚就是我们在路边啊，我们新加坡很多的就是有一个紫色的，我们叫做九重葛，你们那边是叫什么来的？我们这边呢是把这种花叫做三角梅，而且呢它还是我们厦门市的市花来的，在我们这边啊街道两旁全部都会摆满各种颜色的这个三角梅作为它的一个观赏。那另外呢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么多品种的花卉啊，它其实呢都是从我们厦门周边的一个村庄送来的，这个村叫百花村，它全部呢都是靠种花、卖花、养花为生，逢年过节啊，就会为厦门呢送来非常多品种的花卉。大家下次啊有经过厦门时呢，不妨去这个村庄走一走，看一看。哇，是的，然后像过年啊，我们也是会有就是挂上那个春联啊，像我们会一般都是买那个扁扁的哈，就是春到福到，然后贴在那边。然后至于那个挥春呢，我们这里就比较没有啊，这个习惯应该比较少写那个毛笔。你们那边就有那个挥春的习惯吗？过年过节的时候。有的有的，我们现在呢每到春节前哈，我们这些书法家们呢就会在公园啊举行义卖，然后呢把他们拿来的一些款项呢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呢买年货过个好年啊。那另外呢像我们这个普通人家家家户户呢也都会更换春联，福建人叫做气鼓迎新啊，所以这个风俗呢。那个什么，你再讲一次那个什么气鼓迎新，那个就是气就迎新，来再教我们讲一下这一句啊，叫做福建话叫做气鼓迎新呐。啊，气鼓迎新啊，OK OK，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边呢都会有这么风俗有保留下来。那另外呢，我们春节的一些活动哈，像我知道新加坡好像是有捞鱼生哈，这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厦门呢，虽然没有捞鱼生这个活动，但是呢，我们在大年三十啊，全家人呢会围在一起围炉啊，吃个团圆饭。然后这一天的食材啊，一定会比较好一些。我们会去买来一些海鲜啊，或者是上等的干货啊，把它煲汤煮粥，全家人一起团团圆圆呐。那另外像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吹告啊，春节的一个吹告，那叫做拜提公。新加坡应该也有哦，拜提公。有，也有，也有，
啊，非常热闹哦，在我们这个地方，哎，家家户户呢就会有这么一个拜拜的仪式，一定要有甘蔗啊，好，要配上甘蔗等等的一些哈、啊、这个贡品。另外呢，我们这边的岛外啊还会燃放烟花爆竹，整个晚上啊非常的热闹。然后看了你们刚才的干货市场啊，其实我们新加坡这一两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流行一种叫吃盆菜啦，就是把很多的干贝啦，然后鲍鱼，然后还有就是鱼漂，然后还有就是那些海参等等的，加上那些什么烧肉啦，然后大虾啦等等的一盘。然后所以这几年，因为今年都没出国嘛，所以到朋友的家去拜年啊，几乎家家都在吃这个盆菜，好，那已经吃了好多次了，这样。所以你们那边有没有现在流行吃这个盆菜啊？嗯，我们闽南哦，说实话还真没有吃盆菜，比较少吃。哎，但是我记得川普拉勒的一个福建行程系列里面哈、哦，他有去这个客家，就是我们福建永定啊，去看土楼，然后呢，到广东的梅州人的故乡哈、啊，广东梅州，在这两个地方啊，你就能吃到正宗的这个客家的一个盆菜，人工哈嘎紧几嘎紧啊，哎，就可以吃到了。那另外呢，还可以在里面呢吃到说像什么梅菜扣肉啊、圆菊鸡啊、酿豆腐啊、蒜盘子啊等等的。那其实呢，川普拉勒除了系列行程哈、哦，他也会定期组织一些什么明星团啊、美食团啊，来我们福建、广东啊，这个寻根啊、探寻美食啊。像在我们厦门周边哈、啊，像潮州的鹅卵、汕头的卤水鹅、粗卡鸡，哎，泉州的卤面、泉州的醋肉，哎，福州的这个佛跳墙、佛跳墙哈、鱼丸肉燕，然后呢，莆田的兴化米粉。武夷山的菌菇宴等等等等美食就在厦门周边等待着大家呢来亲自品尝品尝。哇，是的，每次我自己在带团的时候啊，像我们有那些公司的奖励团也好，还是那些会馆啊组织他们的会员，然后回到这个就是啊他们的那个家乡去拜祭的也有。然后还有我记得我们三年前啊，就是最大的一个团，就是我们的那个958的电台梁平姐，还记得吗？我们有9台车哦，300多人，我们那时办的那个就是寻根之旅哦，然后就是到处走到处吃，哇，还真的就是蛮想念的。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些哇吃的这个食物哈、啊、哇好想念。所以其实除了吃呢，我知道厦门的夜景呢也是名不虚传的，是不是也可以带着我们啊、去看一下你们的厦门夜景？嗯，好的好的。其实我们厦门的夜景啊，包括厦门的夜市哈、啊嗯、还是很值得大家来体验体验的，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哦。 OK let's go。 嗯，来厦门旅游一定要看厦门的夜景，感受厦门人的夜生活。夜幕降临，灯亮了起来，整个鼓浪屿成了光的世界，灯的海洋。左边是龙头山日光岩，右手边是八卦楼，也被称之为小白宫。你别说，它的外形还真有点像。大家看，这一条就是厦门的中山路步行街，两旁的建筑是不是特别亲切？没错，它就是中国特有的南洋式建筑风格骑楼。你看这霓虹璀璨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感觉真好。快看，那是美珍香哦。走累了，我们可以来这家阿 king 春卷停留一下，他们家的春卷非常有名，现包现吃，皮非常薄，里面饱满的馅料给足你满满的回忆，有阿妈的味道哦。这么大的鱿鱼现烤现吃，非常的香。这是古早味的车轮饼，还有这家八婆婆烧仙草也一定要尝试一下，除了烧仙草，它的小笼包也非常好吃。香糯的肠粉不止在广东有，闽南这一家红记肠粉也非常的有名。你看这长队排的，
今日特价8.8元一份哦。这一个章鱼小丸子有日本的味道哦。这种藏在巷子里的美食，各种新鲜的食材煮成一碗汤，配上拌面，真是绝配，喝家。最后一定要来这家中华老字号黄泽和花生汤店。家修修有飞镖，家滴滴行好心，这个一定要来一碗啊。除了花生汤，还有炸枣、蓟口、蓟酸、痛骂包等十几种美食，等着大家自己来尝试哦。哇，真的又是流口水也看了。好，所以我们看了白天的鼓浪屿，再看上晚上打上灯光的鼓浪屿，哇，截然不一样。所以看来你们的政府还是真的啊，下了不少的本钱哈，是吗？嗯。是的，政府投入巨资啊，下去修建厦门的夜景工程。像我刚才拍摄的地点啊，是在中山路的路头。这条中山路啊，也是全中国唯一一条可以通到大海的中山路。像刚才在那个位置拍摄对岸的鼓浪屿以及海沧区的夜景，因为我拍摄的技术有限哈，大家下次呢、哎、有机会来啊，谢谢谢谢。哎，大家下次如果有机会来啊，站在那里呢，亲自的感受一下现场感啊，更加震撼一些。并且呢，厦门是全中国第一次采用 LED 灯管布置夜景的城市，很多城市都来厦门取经和学习啊。哇，真的，尤其是刚才我还看到那个阿青的那个薄饼哦，哇，真的这一道啊，坦白说，我回到新加坡，我吃了很多地方的薄饼哦，还是比不上阿青的薄饼，真的很怀念，很想念。还有就是那个焗什么拌面啊？焗口拌面是吧？焗口拌面，除了这个名字难叫之外，哈，还真的很难找。我每次自己跑去找，还是找不到，还是要你们当地人带着我们去吃才吃得到嘞。嗯，是的，这一道菜在我们这边叫做黑暗料理哈、啊，它这个铺头啊，藏在这个小巷子里，行啊行楼来云内。那我们看到它的档口啊，可以有十几种的配料可供大家选择。喜欢内脏的呢，你可以加牛皮、手冬啊、鹅啊啦、鹅啦，好、啊，然后呢，喜欢这个海鲜内脏全部都可以掺的。像很多人喜欢加什么猪肝、猪腰啊、猪肺啊，然后鸡肠啊、鸭胗啊等等的。整碗呢煮成一碗汤头啊，非常的甜美，然后再配上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个拌面，加上沙茶酱啊，哎，这个番茄酱啊，一起呢做成了一碗拌面，真是绝配啊，喝家。哇，如果说哎，像你们这样的一碗的话啊、大概要多少钱呢？在你们那边，嗯，大概人民币差不多5到6种配料，35块钱人民币。35新币就大概7块钱哦，哇！可是真的还是吃很难吃得到。好，所以看来其实我们的老祖先啊，从过去啊到现在，就是把很多这种尤其是吃的文化给带进来哈、啊。然后我们想想啊，我们新加坡嘛，现在飞过去就只有4个小时而已，对吗？可是想到当年我们的老祖先过来是要需要花多少时间哈、啊？嗯。据我所知，他们当时的这个像刚才说的湄洲，他们需要从寒江坐船啊、前往汕头，然后从汕头呢再坐昂头准盖欢。那像我们福建呢、山里面呢、泉州啊、莆田啊，他们需要走路到厦门、到泉州，然后再坐船漂洋万里。有的短的呢要7、8天行程，长的呢要坐10几天的、20几天的船才能到达。所以说老一辈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漂洋万里去到世界各地，大家其实有机会啊，都可以回来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的所在，给行行，给看看。我咯，是咯，就是因为其实呢，你看我们厦门啊，吃又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其实走起这些景点也不会太辛苦，然后可以说是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其实真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就是年轻的一代的人啊，可以经常带着阿公阿嬷还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再去那边度假。所以让我想起来啊，你刚才这样子讲的话，我想到新加坡有两部连续剧啊，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早期的一部《雾锁南洋》，还有一部那个《出路》，然后走出去就有路。哇，这两部就是真的可以很好的介绍我们当时的那个祖先祖辈们是怎么样子的过来的。哇，这样我们说着现在应该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杨希你可不可以就是大概的再介绍一下，然后顺便也可以做一个总结这样。嗯，
好的，好的。那因为我是从事的旅游比较多年啊，也是厦门的一个导游，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还是要为我们厦门呐打打广告啊。那我自己呢，走过了中国的很多城市，虽然呢，我们没有北上广深的繁荣，没有西安、南京等历史古都的风韵，但是厦门呢，的确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热情、开放、包容的厦门人呢，欢迎大家来厦门做客。我也在厦门等待大家。那新年初始啊，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旧钱用未了，新钱搁再来发啦！哇，发啦发啦发啦！OK，一定发奖哦。OK，真的很开心啊！哇，我们这一次可以就是说说聊聊，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厦门。OK，好的，现在呢，我开始要发问答题给我们的这些客人了哈。OK，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厦门哈，请说出厦门最地道的两道美食。OK，厦门最地道的两道美食。OK，我现在这边呢，就是以1分钟的时间开始计算啊。等一下哈，就会把那个名字给跟大家讲一下哈。OK，开始喽。OK，其实呢，我们说说聊聊啦，我们再讲一下哈，我的这个潮州福建这个地方哈，我的这个 Quek 啊，每次我的客人哈就会来跟我说讲，诶 Quek，你知道吗？你的这个 Quek 啊是潮州 Quek 还是 Hokkien Quek？然后说有什么不一样呢？他都会跟我说，哎呀，潮州的是 Queen，潮州 Queen，Hokkien King，好，怎么样讲呢？福建的就是 Quek，潮州的话呢就是 Quek，所以其实呢，我们当时的那些就是老一代的这些人来到这里哈。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姓氏，然后再把它翻译过来哈。由于因为有很多不同籍贯的人，所以其实那个名字的叫法呢，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像广东人呢，我们就会讲 go 好，OK，所以等等，所以其实你看，OK，现在已经差不多46、47分钟咯，朋友们，你们写进来了没有？等一下我要把那个答案给宣布给大家看的。OK，来55、56、57、58、59，叮叮，OK，来，1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来啊，我的制作朋友们有没有那个 answer 呢？啊，来，我们第一位，OK，Eliva，OK，the first winner，second winner，Elena，OK，然后第二位呢？第二位，OK。精美的那个行李箱在等着你们的呢，Joyce，OK，Elena and Joyce，我们一定会告诉你们的，OK，哇，真的很开心啊，OK，好的，现在我们其实就是这一期的这个制作节目，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幕后啊，很多人啊，你们看不到的啊，那些有我们的那个就是在那边 control 的，还有我们的是 IT 啊，都在帮着大家，OK，很开心呢，这一期的节目可以圆满的、顺利的，就是进行。好啦，各位朋友们，我们就后会有期喽。OK，好的，再见啦。OK，好，嗨，嗯，嗯。